안녕하세요.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玉山的存款，然后他们官网写说他们有一个卢比免汇款服务，可以用韩元汇款，就是汇款的流程跟步骤，就是也是整理在我的部落格文中，可以到资讯栏的链接去看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要去第二关了。第二关要做的事就是学位证明跟成绩单公证，就是韩国学校都会要求要把这两个印公证。那他的方式就是去找韩国使馆，但是要经过韩国使馆公证前呢，还有两步骤，要先去找法院或是民间的公证人公证，之后再去找外交部公证，才能到韩国使馆。然后在台湾就是代表处。对，那所以我现在要先去找公证人公证。今天要去那个韩国驻台北办事处，就是把公证的程序走到最后一步。然后既然我都要去代表部，就一定要顺便办一下签证，所以就是一次处理完。这么懒的话，一次解决。
前我做的事情里面的第一四件。但我要做什么？有看到不同了吗？我剪头发了。